由玄彬与何志远主演每周六日播出的人气韩剧《秘密花园》。当替身的穷女何志远碰上嘴贱的小开玄彬，第五集最后因为一次事故莫名其妙的互换灵魂，搞笑的剧情现在收视已经飙到20%，也成为最近韩国讨论热度最高的连续剧。在里面打得激烈，美女何志远也被折磨得很惨。3月28号当晚播出男女主角互换灵魂的剧情，当中住在玄彬身体中的何志远面对心上人尹尚炫赤裸躺在旁边，这让玄彬得挑战耍娘演技。玄彬耍娘，何志远耍 man， 让观众看的是乐不可支。一场要把假发抓下来的戏，受害者当然又是玄彬。两天在韩国网络上也流出一张照片，有网友拍到玄彬跟尹尚炫拍摄男男接吻的戏码，报道一出，有的网友大呼搞笑，也有人说好恐怖哦。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也吊足影迷胃口。以电视网以前整理报道。